出现了，出现了，你怎么敢出现？嘉燕姐也终于出现了啦！综艺玩很大，坤达和 Kid 趁着录影空档开直播为金钟拉票。不是，睡觉为什么要戴墨镜？他就是我刚睡醒，我觉得我眼睛很肿，然后我想说我就戴墨镜。达哥，你不要用天哥的滤镜了啦！我看傻眼了，哥的。哇，这样直光哎、欸，怎么好意思啊？为什么有宪哥的滤镜？为什么宪哥给我的？达哥操作这种怪怪东西。嘿嘿，我就是宪哥，这不是滤镜啊！我跟你讲，我现在不找宪哥的滤镜，我找宪哥来跟你讲。不要！哎，真的，宪哥，宪哥，你牙齿先做好吧。我以为是你呀、啊！哇，哎、欸，这个出动这么大的阵仗，哎、欸，嘉燕好不好？嘉燕，改天来啊，改天来，玩很大嘛，啊？好，真的，好，真的哦。投票到今天晚上，对不对？对，投票，投票，对，好啦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你女儿来了！哎呀，哎，哈利！哎，你们两个怎么都一样啊？这个样子，女明星搞什么啦？那个肚子还好吗？啊？哦，对，要关心啊。爸爸的小孙子 OK 哈 ？OK， 绝对长兵。啊，那还用说吗？一模一样啊！哈，嘉燕也要加油一下啊！吹票一下，吹一下啊！吹神哦！赶快上升，我们投票，飞票要催生哦。你看人家结婚多久，马上就怀孕了。哦，加油！你不要给人家压力，我上来直播不是要看你，我是要来看他。好，我拿回来，走。哎、欸，那个谢坤达是哪里啊？谢坤达。对啊，留我在这边。谢坤达，他的节目还是我的节目。夫妻俩惊喜合体，让粉丝看了好兴奋，又更期待客家宴上玩很大的那一天啦！完全乐，陈婷报道。